第十九届亚运会正在杭州举办，这届规模最大、项目最多、覆盖面最广的盛会会带来哪些经济效应？一项运动盛会对于整个周边地区的发展和各个产业的连带作用，我觉得肯定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包括对杭州未来的一个，比如说投资这一块，我觉得也会有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导向吧。市场主体如何抓住亚运经济红利？大型的综合体育运动会接二连三的在中国主场的举办啊，其实我们来看，其实都是带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体育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热潮。赛事经济如何激发消费需求，拓展新的消费增长点？中国的一些商业运作的一些团队啊，可能要去考虑一下怎么样来提升这些中国本土体育赛事的这么一个 IP 的价值。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第十九届亚运会9月23日到10月8日在杭州举行。本届亚运会创下三个最，分别是规模最大、项目最多、覆盖面最广。在位于上海杨浦区五角场的运动品牌店里，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运动装备。有市民表示，亚运带起自己和身边人对体育赛事的热情。全民健身、全民运动，它毕竟是一个大的方向。正好我也抢到了亚运会的票，我自己也会去现场去看。杭州的话也算半个主场嘛，所以说我感觉，应该是对本次亚运会的关注度蛮高的，带动我和我的朋友，做一些体育运动的项目，比较喜欢看那些，足球和篮球之类的项目。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由中国品牌安踏提供，也是中国奥委会官方合作伙伴。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安踏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企业紧抓国际重要赛事机遇，不仅有利于中国品牌海外营销，扩大市场份额，也有助于培养新的消费群体。这个它产生的就是会对一个企业的一个品牌资产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推动，首先会提升我们的品牌的势能，然后增加我们品牌曝光的能见度。那么通过品牌势能的提升，品牌资产的累积，又反过来会再去进一步的去推动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提及率，触发和激发消费者的这个购买意愿啊，最后也会去间接的推量我们的一个销量的一个提升。与此同时，亚运热带来全民运动热。根据美团数据，浙江地区在美团上的运动健身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150%，球类运动健身中心热度上涨最快。双彩体育是位于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体育健身器材企业，客户群体主要面向中东、东南亚和南美等地，少量用于内销。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包括中东、东南亚等亚洲国家客户订单与去年相比有大约20%的提升，预计四季度还会有增长空间。今年和去年相比的话，就是亚洲地区的话，中东啊，还有这个新加坡那边的话，它会有一个20%的一个增长。可能会是跟这个亚运会有一定的关系吧。目前我们排单量的话，应该是排到了有2-3个月。根据义乌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义乌外贸不断释放韧性。1到7月，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到321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7%，其中体育用品出口42.1亿元，同比增长24.6%。有学者分析，在外贸方面，义乌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相信借助国际赛事的东风，可以帮助运动相关商品销往更多海外地区。体育赛事的举办，其实除了这么一个体育产业的这个推进，另外一方面它可以去拉动一些这个消费、旅游，对吧？包括就是零售业等等之类的，甚至于包括就是一些贸易的增长。那事实上，本次这个杭州亚运会的这个举办，其实也是有一些官方的数据显示，比如说浙江的义乌小商品这个海关的这个统计来看，1到7月份它的这个增长量其实比同期的话会增长接近25%。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大型体育赛事的这么一个效应。除此以外，重大赛事举办也促进了当地和周边文旅消费，赛事流量正转变为文旅热潮。随着亚运经济渐热，杭州旅游消费溢出效应明显，呈现辐射长三角区域的态势。杭州在各大平台的搜索量显著提升。据飞猪旅行的数据，亚运会期间飞往杭州的国际机票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倍。那杭州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亚运会的举办，整个11的整体的预订的订单量都比去年的话是同比增长了超过了5倍，像我们整个机票预订量也是同比增长了5倍左右，然后酒店的预订量呢是同比增长超过了8倍。
9月24日，杭州第19届亚运会赛艇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决赛，中国组合周佳琪、邱秀平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产生的首枚金牌，也是中国代表团获得的首枚金牌。赛艇赛事也让杭州 City Boat 这种旅行项目爆火，去杭州来一场 City Boat 正成为年轻人沉浸式参与亚运、深度探索杭州的新方式。根据美团的数据，近期大众点评上亚运相关笔记攻略数环比翻倍增长，杭州的 City Boat 关键词搜索量环比暴涨600%。亚运热带来全民的运动热，截至9月20日，浙江地区在美团上的运动健身订单量同比增长呢超过了150%，球类运动、健身中心的热度上涨最快。亚运会除了带火杭州旅游外，也带动了周边地区旅游消费增长。旅游预订平台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宁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九月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2倍以上。在亚运会期间，五城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2019年增长5倍以上，其中绍兴的酒店消费增幅最大，达到720%。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截至9月20日，浙江餐饮堂食的订单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超过380%。分段式出游、亚运热、一站式度假成为今年11假日消费的新趋势。在双节合一、亚运热等多重需求的交织下，今年的11假期有望成为5年来最火的黄金周。此外，亚运对城市发展也有明显拉动作用。从亚运会本身的经济效应来看，与其他大型体育赛事相似，杭州亚运的主要收入包括赞助、特许经营、媒体转播、票务四大板块。随着亚运赛事揭开帷幕，相关特许商品如毛绒玩具、钥匙扣、徽章等商品销量也大幅度上升。所以其实从各方面来说的话，在杭州推动这个杭州的一些产业的发展、经济的一些增长，其实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些这个助力。把这些投资的话用在了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包括就是交通方面的一些改善，其实身处杭州作为一个杭州的居民体会非常明显。从亚运相关的基础建设来看，浙江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到2020年，杭州市累计完成城市轨道交通、杭州西站、萧山国际机场三期、亚运场馆、亚运村等基础设施投资2248亿元。浙江省统计局推算，2016到2020年杭州亚运赛前筹办阶段的投资，对杭州市 GDP 的拉动量约为4141亿元，占同期 GDP 的7.6%。主要是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完善新基建的方式，来促进杭州新经济的发展。当前新经济的发展需要基础设施作为前提，所以这些基础设施对于杭州是有长期收益的。这种赛事的基建投资一般都会持续不少年，像杭州他们的基建是几年前就开始了，后续可能就是在维护和升级改造，就是怎么在这个赛事之后把它作为一个市民可以用的这种体育场所。针对举办亚运会对当地经济有什么带动作用，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显示，有38%的人认为可以带动消费，23%的人认为可以推动贸易增长，17%的人认为有助于区域发展，22%的人认为会带动基建设施更新。一项运动盛会对于整个周边地区的发展和各个产业的连带作用，我觉得肯定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外贸、出口、旅游这样子，我觉得会对杭州来好一些吧，对其他城市相对来说辐射的也不是那么多，包括对杭州未来的一个比如说投资这一块，我觉得会也会有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导向吧。在亚运会效应下，随着体育用品和设施消费热度持续升高，加上多地也借体育赛事契机培育体育特色活动，推动体育惠民，有效推广了体育运动和体育产业发展。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浙江全省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达到2.8平方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占比约43.4%，比亚运申办前均有了大幅的提升。分析认为，重要的赛事对产业发展有促进作用，将延续至赛事结束后。比如北京举行了冬奥会过后，人们普遍对冰雪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更愿意去参与到冰雪运动之中。在北京以及许多城市出现了冰雪运动热潮，相信亚运也将会带来居民对多项体育赛事的关注。今年不仅是亚运会的举办，包括成都的大运会，就是这种体育大型的综合体育运动会接二连三的在中国主场的举办，其实我们看，其实都带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体育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热潮，所以我相信这次亚运会在杭州的举办也会对我们体育用品的这个
这个产业，尤其是体育装备这部分，会有一个消费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其实我们借鉴这些国外的经验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从中国来说，还是要多多举办一些这个国际赛事，从而也带动就是一些经济的一个发展。因为体育产业的话，或者说体育赛事是一个带有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个拉动效应的。也有分析认为，奥运会、亚运会这类大型节庆赛事活动，不仅能为目的地静态的旅游资源注入动态的运动活力，也是展现城市文化旅游风貌、塑造品牌形象的重要契机。节庆赛事已经成为地区旅游窗口，各地应通过举办赛事活动，融合在地文化旅游资源特色，推出更多符合多元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业态。分析指出，随着体育消费升级，未来个性化、品质化和多样化的消费特征将更趋明显。从这个消费的类型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说现在消费类型也比以前会越来越多。那尤其比如说现在一些小众的这个消费的这么一个现象，比如说这个极限运动现在也其实比以往的话也逐渐成为一些这个体育的热点。那包括就是说冬奥会之后，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这个很多群众是对这个冰雪的这个运动非常感兴趣，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体现在这个消费的类型的一些变化。但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在杭州承办这个亚运会，它对于当地不同的消费市场将会有很大的提振。而且中国现在在经济转型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城市的居民对于健康的需求是比原来要高得多了，其实可以增进就是当地这个居民对于不同体育活动的了解，之后呢也会增加相关服务的投入。根据“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国体育产业到2025年规模将会达到5万亿元，2020年到202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2.8%。宏观政策空间广阔，未来发展潜力巨大。首先，增加小众体育运动的组织机构；其次是提高更多高品质的体育场馆和体育支持性服务，推动体育俱乐部经济的发展，提高体育相关人才的供给。分析指出，从过往经验来看，重大赛事具有资源虹吸效应，在推动产业发展、释放消费潜力、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等方面起重要推动作用。未来包括赛事举办和场馆运营等都有较大的反弹机遇。正在中国杭州举行的第19届亚运会带动亚运经济，体育关联板块特别是亚运相关概念股普遍活跃，行情能否持续？要想获得这个质的飞跃，要想获得大幅增长，现在来看想要满足这一条件，我觉得恐怕也很难以做得久。本届亚运会有诸多黑科技加持，一些评测热点股价大涨的个股是否存在风险？不是基于这种盈利啊，或者是商业模式啊，或者是技术创新呢、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参与呢，可能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恰逢中国十一长假 ，A 股市场在假期之后的表现，历年来大多是涨多跌少。此次休市一周后将开启怎样的行情？哪些板块更具投资机会？成交量的增加才是市场活跃的标杆。相对来说，大盘蓝筹无论是这个金融啊，还是这种消费这个板块呢，一般是受关注的这么一些方向。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杭州亚运会开幕前后，相关概念股就引发投资者关注。据统计，上百家概念股涵盖了餐饮、酒水、服装、家居、家电、通信、互联网等众多行业，券商也建议了多条投资主线。首先，从历史上看，历届大型赛事都会带动体育产业相关产品的销售，特别是彩票。2010年南非世界杯、2014年巴西世界杯和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体彩销售额增长幅度分别达到了 22.1%、32.8% 和 36.8%。着眼整个中国彩票行业，2023年销售明显增长。8月份销售额为 529.57 亿元，同比增长 53.6%， 其中体育彩票销售340
43.14亿元，同比增长57.4%。一到八月累计看，销售额3757.61亿元，同比增长51.6%，其中体育彩票销售2494.36亿元，同比增长68.5%。分析认为，此次亚运会的举办以及未来全球体育赛事的恢复，都对彩票行业有一定催化，相关公司将从中受益。供给端的这种变化，比如说这种自动的彩票的售货机，以及很多创新的这种彩票的这种玩法，使得这个下沉市场呢，它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介于娱乐和这种资产配置之间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个供给。然后体彩呢，作为其中可能娱乐性质更强的一种彩票的这种模式呢，近期也是持续的获得了这个关注，而且增长是比较多的，对相关的这种板块的带动也是比较明显的。这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对比基数比较低，因为2022年的这个八月份，也就是同期呢，大家都知道仍然还是处于这个疫情的这个风控状态，所以说呢，对比了很低的基数呢，出现的高增长呢，可能还是要理性看待。在杭州的赛场，首次成为亚运会比赛项目的电子竞技格外受到关注。2023年上半年，中国电竞新产品陆续面世，相关赛事活动回归线下，收入增长明显，用户规模也较为稳定。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竞市场。2023年上半年，电竞产业收入759.93亿元，用户规模为4.87亿人。2022年产业收入为1445.03亿元，用户约4.88亿人。A 股中电竞概念股除相关游戏个股外，还包括电竞设备、电竞酒店、电竞赛事相关个股。2023年上半年，半数以上个股的业绩增长超过100%，股价也大多表现不错。随着电竞项目正式亮相杭州亚运会，预计产业发展潜力将逐步得到释放。稍早前，国际奥组委宣布成立电竞委员会，这一消息也令电子竞技板块表现强势。游戏整体的行业得到政策支持也是比较多的。除了这次亚运会上的认可之外呢，我们也能看到年初至今每个月整体的游戏版号的这种发行还是比较均匀，也比较持续，量是比较大的，每个月大概就有80到90个这个版号去发布，相应的呢推出的游戏质量也是不错的，能够看到很多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要素和很多新颖的游戏的玩法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结合，获得了游戏玩家广泛的这个认可。所以呢，它支持了像这种游戏传媒这个板块，年初至今，它有一个比较扎实的这种业绩的这个支持。电竞项目中国获得比较好的成绩的时候呢，市场一个短线的一种这种炒作呢，往往也会造成这些公司呢，出现高估值。所以说，大家对目前游戏产业的发展现状也要认识到，它现在仍然是这个强者恒强，那么市占率相对比较稳定。这些游戏公司要想获得这个质的飞跃，要想获得大幅增长呢，现在来看想要满足这一条件，我觉得恐怕也很难一蹴而就。杭州亚运会堪称智能亚运，5G、大数据、人工智能、全息技术等科技应用遍布场馆。比如为宾客提供定制化智能服务的全球首款无介质全息 AI 机器人、无接触电梯按键终端等等，这些产品成为赛场的科创亮点。与此同时，在近期表现平淡的资本市场，11假期前的几个交易日 ，AI 概念股也再度展开反弹，应用端表现更为亮眼，游戏、文化传媒、AIGC 概念等方向涨幅居前。进入9月底10月初呢，AIGC 这一部分的这种主题呢，又有一些比较密集的事件的这个驱动。首先是9月底呢，这个业界的这种旗舰微软是发布了它未来的这种Windows Copilot 的相应的这种版本的这种发布，会有更多的这种开发者也尝试加入这个平台化赋能的这种过程里面，所以呢，给这个上市的公司的这种业绩啊，还有它的估值啊，都会有相应的这个向好的这么一个指引。市场预计在 AI 方向率先与指数反弹共振的前提下，相关概念股有望反复活跃。还有分析认为，后续 AI 方向的核心观察点是 AI 整体的量能是否能够持续提升。实际上，从应用层面上来看呢，越来越多的企业它是在硬件方面呢，有很大的这个市场需求。但是呢，这对于 A 股包括港股呢，都没有太好的投资标的，就是。相当多的这个 A 股的上市公司，在这个生成式 AI， 特别是 GPU 的这个生产方面是不具备这个实力的，因此呢，投资者对此还是要加以区分。
此外，还有多家科技企业在场馆运营维护、数字运营、网络安保等环节提供服务支持。杭州移动与华为合作，引入了 AI 等诸多创新黑科技，为网络运维开启全新体验。在 A 股市场，华为概念依旧是投资者关注的热点。随着秋季新品发布会的召开，相关个股表现亮眼。截至26日，吉融技术就走出了20天15板，股价再创历史新高。资料显示，吉融技术主营业务为精密结构件、精密模具等研发、制造和销售。事实上，2015年及2016年，华为是吉融技术的第一大客户，营收占比分别为44.55%和39.52%，当时可以称之为华为概念股。但是随后几年，双方合作规模逐渐缩小，2017年的营收占比仅为5.62%。此后，公司第一大客户中已经没有了华为的身影。另外，2020年至今，吉融技术业绩一直在亏损，盈利能力持续收窄。2023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31.53%和25.71%。那说明什么？就是说，甚至于前两年都是在疫情期间，他今年还不如前两年，说明什么？他公司的主营的业务的发展本身是面临一定的瓶颈的。正因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瑕疵，那么人气我取反而成为短线资金啊比较看好的。我们作为一个稳健的投资来说，还是要关注市场的逻辑。在消费电子产品需求放缓的背景下，吉融技术也在寻求业务增长点，并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能源子公司跨界储能业务。波分析认为，储能等新能源业务需要较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如果主业不好的上市公司跨界经营，很可能会有风险。本身从微盘股来说呢，它是缺少行业属性或者业绩属性的，博弈就成了这种主线的主要的这种思路，而不是基于这种盈利啊，或者是商业模式啊，或者是技术创新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参与呢，可能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杭州亚运会闭幕次日， A 股也将进入节后的首个交易周。Wind的数据显示，2013年到2022年十年间，和假期前五个交易日相比，假期后的市场上涨概率更大。第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上涨概率达80%，除非海外市场出现大跌或者有重大利空，而第一个交易周上涨概率则高达70%。市场人士认为，当下 A 股市场处于相对低位，活跃资本市场及稳经济政策陆续推进，再加上三季报披露，资金边际改善，指数有望逐渐震荡上行。经济底、利润底的出现呢，对股市的提升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其次呢，我们能够看到海外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数据呢，近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疲弱，这么一个内强外弱的这种格局，经济底、盈利底出现，同时这个估值底开始出现的这个节奏呢，可能使得后续我们的市场呢能够得到更多的全方面的支持。从一个年初至今一直比较强的结构势这种快轮动然后低成交的这种状态呢，是走向未来的整体的这种普涨然后放量修复的这么一个格局。另外从市场本身来看呢，我觉得一个就是成交量就是资金有没有增量，资金有没有放量，成交量的增加才是市场活跃的标杆。十一假期后 A 股的行情走势是历年来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调查显示，39%的网友表示会有普涨行情，23%的网友表示会宽幅震荡，21%的网友认为会窄幅震荡，还有17%的网友认为会明显下行。节后的话应该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如果经济有复苏的话会稍微好一些，反弹的这个基础还没有很扎实，就可能3000点可能是个底吧，但就是往上的话我觉得空间也很小。国内外一些利好的政策，然后希望可以带动中国股市的一个增长，一些龙头股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信心吧。再从结构上看，十一假期后 A 股市场一般表现轮动，金融板块胜率最高。从涨跌幅看，假期后的五个、十个和20个交易日中，领先风格分别是周期、金融和成长，强势领涨行业主要集中在金融和可选消费板块。同时也有机构提醒要注意政策景气度和经济修复不及预期等风险。相对来说，大盘蓝筹无论是这个金融还是这种消费这个板块呢，一般是受关注的这么一些方向。在今年呢，可能这个效应呢也会类似的发生，但是也有很多这种基本面的这个因素呢在起到作用。比如说这个非银这个行业，近期一系列这种活跃资本市场的这种政策落地之后呢，资本市场可能后续逐渐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财富效应。这样的话呢，对于这种券商这个板块呢，可能我们开始能够观察到盈利端的这种修复。
贝莱德基金当前 A 股存在底部超配价值，摩根大通十月关键数据或构成交易机会。中信证券建议顺周期科技和白马三阶段布局。中信建投关注三季度业绩环比明显改善的方向。中芯公司四季度半导体产业链或迎来周期反转。上海日前召开首届陆家嘴百亿品牌全球峰会，旨在利用陆家嘴产业资源，扶持一批与大消费产业相关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达到年营收突破百亿元的企业规模。首批入选的企业有十家，陆家嘴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战略、金融、人才、政策等七大赋能为核心，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台州市近期设立大健康产业科技计划专项，引导企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据统计，2022年台州市大健康产业规模达到2850亿元，预计2023年将突破3000亿元。截止目前，大健康产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316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65家。据浙江省统计局数据，2023年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4529亿元，同比增长 5.3%。 具体来看，重点行业、新型产业对工业生产持续恢复提供了较好的支撑。38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8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增长，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新能源、高新技术、装备和战略性新兴等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都达到了2位数。根据安徽省合肥海关数据，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68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9.1%， 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51.5%。 从单月数据来看，八月份安徽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69亿元，增长 28.5%， 其中出口229.5亿元，增长 26.3%， 进口139.5亿元，增长 32.2%。 从贸易主体看，民营企业占比接近50%。如果让你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亚运会，那可能就应该是绿色。这届亚运会它其实举办地是在绿水青山之间，而且有非常多的比赛的场馆其实都坐落在浙江省钟灵毓秀的风景区里面。更重要的是，它传递出来一种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这也是首届碳中和的亚运会。确实，这场亚运会引领出来一种绿色的风尚，而且在这里工作和居住确实是一场非常新奇有趣的体验。在亚运村里面住了7天，有的时候我甚至感觉自己好像身处在绿色的森林当中。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杭州这个城市它山清水秀，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本届亚运会是绿色的亚运会，它把这个理念是贯彻到了方方面面。就比如说今天我买了这样一个亚运会的吉祥物，它叫从从，然后我甚至发现它有一个产品数字化零碳的标签验证，你可以扫描下面的2维码就追寻到这个产品的碳足迹，然后发现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制造的手段呢，它的产品的碳排放是达到了零，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碳中和的吉祥物。和标准吉祥物相比，每生产一个低碳吉祥物都将会为地球减排1500克的二氧化碳，相当于夜晚关灯6个小时，或者步行替代坐车5公里。住在亚运村里，衣食住行当然是最让人关心的问题了。媒体中心中的餐厅，琳琅满目的食物当然是让人大饱口福，但是在这些食物背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所有的餐具都是可降解的材质。评审人，我听说其实这次亚运会的这个餐厅当中呢，其实有很多采用都是一些可降解的成分，是不是？对对对，我们不光是可降解，我们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餐台啊，餐台它都是用我们的纸基材料做的。那么像这些纸基材料，第一个它绿色环保，而且是可降解，而且承压然后能力也蛮强的，
而且呢，我们说是在这批餐台，那么它在搭建的过程中，第一个没有粉尘，第二个没有污染，然后也没有噪音，搭建过程中就很简单，就像小孩子玩乐高一样啊，就非常简单都能搭建起来。然后呢，它搭建起来的过程中，它也不会对我们原有的这种建筑有任何的破坏的作用啊，那么所以也是非常的绿色环保。那像这个桌子它结实吗？很结实，能坐两个人或者说放这么一点东西，像我们那边的餐台这种放上去完全没影响。这个盘子还有我们像这种餐具都是一次性可降解的，就是用秸秆做的这个，哎哎，对，像这个叉子什么的也是的，也是同用秸秆做的，哎，所以非常的绿色环保。世界亚运会也是首届碳中和的亚运会，它把绿色环保的理念是渗透到了点滴当中。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场馆里面有这么多的灯，但它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西部地区所发的绿电，可以说是戈壁滩上的风点燃了亚运会的灯。那么这些绿电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些是来自青海柴达木盆地、甘肃嘉峪关、黄土高原的光伏电，也有来自于哈密等地的风电。这些电源大多数分布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通过绿电交易，千里之外的绿色电能依托特高压电网注入亚运场馆。杭州亚运会将绿色低碳的理念也融入到了竞赛场馆设计和运营当中。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56个竞赛场馆里，新建的场馆只有12个，在44个改建或者零建的场馆当中，都推行了装配式建筑和可循环可再生的材料，并且也优先使用了新能源车和新能源机械，减少场馆运营期的碳排放。在这届亚运会上，我甚至认识了一名零碳工程师，这是一个听起来非常时髦，实际上也很新奇的职业。在亚运会开始之前，他其实就走遍了各大场馆的每一个角落，冥思苦想，就是为了发现任何一丝可以降低碳排放的可能。零碳工程师是杭州亚运会首创的职业，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根据杭州各个亚运场馆的用能特点，提供降低能耗指数的建议，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的工作呢，主要是服务辖区内的各类用电客户，比如啊，推动建设零碳亚运场馆，指导亚运场馆开展绿电交易，同时呢，还支撑政府开展公共机构、工业企业的能效诊断，为企业节能降碳啊提供措施建议，帮助他们降本增效。杭州亚运会的零碳工程师团队一共有49个人，他们有双碳大脑的平台，实时查看了场馆各类设备的能耗数据。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团队在为绿色亚运提供应对各类风险的解决方案。他们尤其特别关注比赛当中的自然水域，比如说杭州淳安千岛湖、杭州富阳北之江、宁波东海海域、温州龙舟赛水域等水源保障。针对亚运比赛涉及的所有水域，我们提供了比赛水域突发意外污染导致的运动员伤害和清理污染风险的保险解决方案，为三个办赛城市、5个场地、7个赛事类型提供超过1000万的保险保障。在这届亚运会上，我们也看到了聚焦服务清洁能源、降低污染消耗、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运输5大领域的绿色保险。我们作为国内财产行业首个明确提出绿色保险战略规划，并且体系化进行创新实践的保险企业，中国太保产险通过系统性设计、前瞻性研究、创新性实践，已经初步形成了1+4+2+1的绿色保险创新实践体系。世界亚运会不仅是绿色亚运，当然也是智能亚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创新成果的应用，都为这场体育盛会带来了不一样的新体验。我们目前呢，也是根据主媒体中心的一些垃圾量，我们特意设置了一个本次一个智能垃圾桶，也是本次亚运会第一次投入使用。我们主媒体中心大概一共是23套。平均分布在我们的主媒体中心的4个馆，就是包括 IBC 里边，包括 MPC 里，比如包括 Live 生源区、生活区都有。然后这个垃圾桶呢，主要的功能呢，我首先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它是自动感应的，对对对，一感应它自动就是无接触的，就客人在投垃圾的时候，不用在我们再把垃圾桶的盖子打开，我们是自动感应的。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智能垃圾桶主要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进行实时的数据的一个抓取。
啊，怎么抓取呢？就是我每天分区域，可以看到，你看我们是有点位的啊，这是异地续厅的卫生间这个点位，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整个的续厅区域的垃圾量收集。第二个呢，它是有电动秤啊，也就是智能秤，扔进之后它自动称重，实时的数据传输。那这个其实比如说垃圾箱要是满了，是不是它也会有一个报警？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垃圾它是有一个功能的啊。你看现在呢，因为是刚那个我们把垃圾进行一个收到嘛，你看现在它是未满状态。如果我们这个满了，我们是有一个警戒线的，满了之后它会报警啊，我们后台的这个系统里会显示。我们楼下呢是有一套这个数据处理中心的，这个数据中心主要它分为几块啊？你看，这个是整个的地下啊，那个区域呢是我们地下用餐区负一楼。假如我们投多少垃圾，滚动式的在这个数据里来进行的一个。这个是实时数据。实时数据，并且我认为，未来呢也是垃圾分类可能是智能化的啊，已经可能是智能化的一个体现。在这届亚运会上，全亚洲有1.2万多名运动员，将近5000名随队官员，4700多名技术官员，1.2万多名的媒体记者以及数百万观众参与，赛事规模创下新高。杭州亚运会涉及的竞赛项目之多，场馆分布之广，时间跨度之长，都是前所未有，也是国内保险行业首次以保险服务商和全面风险管理服务商双重身份服务保障大型国际综合赛。那么如何保障亚运会顺利安全进行呢？这对背后的保险服务企业也带来了重要的考验。本届亚运会也设有亚运会保险服务数字指挥平台，带来有温度的智慧服务。指挥平台拥有风险感知、服务看板、报案分析、在岗跟踪、承保动态、理赔进展六大功能，充分考虑了亚运会规模大、场馆多、分布广的特点，是解决现场触达难、指挥调度难、信息获取难等问题的数字方案。作为杭州亚运会官方合作伙伴，截至亚运会正式开幕，中国太保累计已经为杭州亚运会量身定制总保额超过4000亿元的一揽子亚运保风险解决方案，全面覆盖财产、财务损失、货物运输、网络安全、责任和人身六大险类。绿色、智能、节俭、文明是杭州亚运会的办赛理念，这也是绿色中国在杭州的探索与实践。这样的探索并不仅仅局限于一场体育盛会，而是将会延续到后亚运时代的每一个瞬间，让绿色和智能亚运已经融入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可以和每一个人不期而遇。